actually the bobblier.丢人。你说这个心情好像说的不太准确，在法律意义上他已经被罢免了，没判决之前是罢免了。如果说法院有新判决的话，判决我们罢免不成功的话，那我们可以不成功。但是他现在确实是被罢免了，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把他罢免了，好吧？这个你可以，这个心情你可以去普法哈。今天好像休息不能安装吧？得看着呀。那人家把你打，就是这个心情哈，人家把你打了，没去医院之前的不叫把你打了，对吧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这里出太阳了，不知道谁在这一直举报哈，应该是物业的。行，我先退出来，然后给你们重开哈。这里，他那个应该这个心情，我觉得他是物业的。那他们也在直播了啊。
成立业委会投票那个唱票了。哎，去那边，这边开始晒太阳了。哎，哥，哥，那给你吃。我不用。你过来给他倒着，给他倒着。一帅给他坐定行了。你往后点，不，你往后点一站行了。拿脚一抻。我不要，我要个凳子。我要个坐个凳子可以了。那边出太阳啊。啊，对，那边找不到了。给你们近距离看看你们的前物业保安队队长。哎呦我操！哎呀，我也打扰聚会了。哎呦我操！哎呀，你们的老相识。没有说是被驳回了。